丁森林狼队真痛快。湖人队赛后众生相被曝光，詹美组合和拉塞尔都笑开花。 NBA 常规赛，湖人队在主场战胜森林狼队，就此领先身后的勇士队 1.5 个胜场，距离西部第八的独行侠队也只差一个胜场。湖人全队赛后走回更衣室的镜头被曝光，勒布朗詹姆斯开心到咧嘴，先是与球员通道旁的几个小孩击掌庆祝，最后还与自己的母亲以及总经理佩林卡握手致意。湖人队主帅达尔文哈姆以及身后的巴村磊都心情不错，哈姆也主动与詹姆斯母亲拥抱致意，不过他之后竟直接经过佩林卡走回更衣室，没跟后者致意，这镜头引发不少球迷猜想。佩林卡这期间依次与湖人队众将击掌致意，与这帮队员们一同庆祝这场胜利。之后出现的拉塞尔与浓眉哥都笑开花，拉塞尔一路欢快小跑，也与詹姆斯母亲击掌致意，而浓眉哥在与几个小孩互动后笑着拥抱了詹姆斯母亲。里夫斯最后出现在镜头前，他也面露喜悦之色，与几个孩子击掌互动后才走回更衣室。